古代为了防止老婆偷情，会叫女方佩戴什么饰品？这题不难啊。正确答案是 A。对，我觉得这不合理啊。对，家里走动转头都会声响，就一天到晚叮叮当当在响。而且耳环，你要偷情的时候，你就偷偷把它拿下来。林宇是不是很不服输啊？你们不需要跟我吵架，跟制作单位吵啊。TVBS 欢乐台42频道，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拜托 ATM 中广和堂转达人崔迪金。